the gas, my whole crew are helpless. I want money, cash, want it all, I'm selfish. Never gave a fuck, I'm bad, I cannot help this. Caught up in my ways, counting days till I'm fucking helpless. Whoa, roll up 20 deep, the homie bout to snap. Like, whoa, put a 100 down and put us on the map. Like, whoa, y'all ain't even know the place I had to go. In my soul, lost a part of me, but I won't lose control.您现在收看的是总干事 TV。Qualify 好报。好，目前125 Open 最速单圈是410，我们分别两个少环是11.6，耶。然后我是12.2，啊，这是 Max 就你们两个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好，加油！看我现在在冰敷，因为实在是太痛了。你今天早上打针吗？早上去打一针止痛药啊。一针而已啊。我觉得药效已经退了。刚刚场上开到有点怀疑人生。那你等下会不会跑步啊？我怕你挨面子勉强。我一定是勉强的。我不要勉强啊。没关系啊，等一下再吞两颗止痛药就再去上了。好。OK。好紧凑啊，要预赛了。就不要开了嘛。对啊，你看是不是？是不是专家也这么说了？你干嘛不休息好比例保就好，比热。这是一种血战到底，不太战了。有赛车比赛就一定要爆这样子，他在那边痛，他在那边痛，有钱赚吗？跑第一名有钱赚吗？没有。喂，荣耀，痛成这样，血战到底。邱董，他痛成这样，你觉得？他就不要跑了。董事长都说了，住啊，住啊，会住比较长啊。呼吸都会痛，会呼吸的痛。预赛跑完了，勉强撑完的预赛，真的是很勉强撑完的。我们来看一下预赛的成绩 ，Hit One 125 Open， 我目前排名第8，然后大组别是16位起跑 ，Edison 多少？大组别第5 ，Master 组第2，他跑419，然后我跑422，哇，422，好久没听到你跑这个二开头的成绩了，怎么会这样嘞？好沮丧，基本这个秒数都要掉一米。对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比赛就是这样，都要天时地利人和，你人要状况正常，然后车辆也要状况可以，技师也帮你把车辆调整好。今天比较尴尬，上次三柱杯是车子坏掉，人没事啊，这次变成人坏掉，车很好，对，车完美，车变完美。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，运气。青菜的家啦。你们到底在讲究什么啊？我是觉得立莲刚刚要很干净。哇哇啊，算哇，可以。那立莲的衣服。立莲的衣服。笑了，邱董笑了。Cos 联名款。对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穿 Cos 联名款的衣服。傻眼。是 Cos 比 Baby Cos。Cos 兄弟党，我跟你讲，有没有？帅。我们玩车也是要潮流的，我跟你讲，是潮流款。我以后怎样？你以后拍不到我了。永安美女，拍不到永安的美女。你可以说我是桃园啊。我现在是浩的美女。没关系啊，加油。
决赛加油。永安双人组，永安 Max 代表，现在刚刚已经到第六了，组别第六，然后少环是第二，对啊，现在就是冰敷无时无刻冰着啊，然后等一下再补两颗止痛药，今天一共加计吃八颗，下一节的前半小时我再吃两颗，应该可以撑一下。真的，阿瑶这次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不管是受伤再重，还是要来比。其实这种就是卡丁的精神啊，对啊，卡丁的精神。不要乱教、欸。没有，我个人就是一个比较不服输啦，就是我可以跑输你，但是我不能战输自己。面对成绩嘛，那 do my best。我跑完，我只要要下来，我都比较没办法下车，需要搀扶那种。嗯，对、啊。难得看你好像真的是病恹恹的样子。我刚下来，这嘴唇都是发白。辛苦。喂，爽。超跑的比赛现在进入到了单速 125cc 的 Open 组，好，现在是决赛，现在准备要起跑，起跑成功，好，现在每个车手都在抢一号弯的位置，非常竞争。哦，周子涵一样在第一名，然后第二名周延成，第三名林成汉，简凯珍跟陈少环现在很激烈在抢手肘弯。哦，出弯以后，哦，我们现在看到前面三台车把距离稍微拉出来，但是后面从简凯珍开始，第四名的车手开始就是一个很大的集团，大家都挤在一起。起跑到目前还蛮顺利的，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故。第四名 PTT 车队的简凯珍，第五名永安车队的陈少环，第六名 PTT 车队的徐广耀。那徐广耀现在也是在给陈少环施加压力，哦，想要看他会不会出现失误来做一个超车，但是看来永安车队的陈少环选手非常的稳健，守住了，而且还可以继续往前面车手简凯珍做追击。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总干事阿瑶，永安车队的阿瑶，哦，他现在的位置似乎也是有往上跑咯。当初在决赛下场的时候给他功课就是跟好 PTT 的居米翁，看来他功课做得很好，跟着居米翁一样把位置继续往前的带进了。虽然说现在落后简凯珍有一小小段的距离，不过都在合理的范围内，我们只要咬住就可以。哦，可是我们在旁边看得很刺激，徐广耀贴他贴得很近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的阿瑶，哦，也吸上 PTT 的 Jason 的这位车手，
好，看来也可以到可以发动攻势的位置。好，再来回到我们头段班的部分，周子涵、周延成、林晨汉三台球头三名的车子都拉出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，好，包含简凯珍也是。但是回到陈少桓跟徐广耀这两位车手斗得非常厉害，最后一个弯都还在抢位置。哦，现在直线底，我们徐广耀动手了，好，顺利的超过我们 Edison 选手。Edison 原本想在左左弯做一个反击，好，但是被守下来了。那非常刺激的是 Edison 同组别的对手黄文良也从后面默默的摸上来了，叔叔最会布局了。那我们的阿瑶先行跟在杰森选手后面，苦苦找不到超车的机会。那往后看，哦，Edison 选手对徐广耀发动进攻，最后了，被小梁哥捡到。其实你觉得他刚刚的这个动作，他应该去进攻徐广耀吗？我觉得他不应该去进攻跟他不同组别的选手。如果他今天的目标是在Master 颁奖台上的话，他比赛还剩五圈的状况下，没有80%的把握做直接进攻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看他这个一进攻失败，马上都掉了一个位置。好，我们的姚总干事带伤上阵，能够撑到现在，真的是一个很鼓励的一件事情。蛮厉害的，他好像是从倒数第一还第二起跑的，他现在也后面已经也好多台车了，四五台车了，代表他也杀上来蛮多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第一名选手要冲线了，第一名选手周子涵冲线了，第二名选手周延成，第三名选手林晨汉，第四名选手简凯珍，那简凯珍是 Master 组的第一名，第五名选手就是黄文良，第六名选手，哇，几乎同时冲线，姚总干事冲线，真的姚总当干真的是精神可嘉。今天比赛还蛮顺利，而且精彩度有，精彩度有，大家的实力真的越来越接近，非常的平均啊。除了前面几位高手之外，中游集团也是相当精彩。感谢老天爷给一个这么好的天气，让大家可以这么尽情的来享受比赛。哦，我们再次恭喜我们永安本身车队的陈尚环选手夺得 Master 组的第三名。那我们的姚总干事真的很拼了，哦，也安全完赛，这次终于完赛了。那谢谢大家，我是永安车队的车手大毛，我是永安车队车手的俊宇。好，那等一下还有一个更精彩的组别哦 ，DD2 挡车组别。那我们把主持棒交给下一个主持人，谢谢。两位场边主播啊，就位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卡丁车新兴主播，2022年最狂主播文哥。我是用生命在开车，是总干事姚哥。对，现在是 DD2 组别哦，现在排位第一的应该是旭元。那现在这一次的排位就是 Master 由姚元浩排名 Master 第一， Master 第二是李晨汉李老师，第三就是我们的 All In 车队的杨国群疯狂 Roger， 第四就是秉豪。哦，秉豪其实今年转 Master 他也是实力是非常的坚强。那第五就是我们的王祥忠小忠。好，现在准备起跑，灯灭，起跑，绿灯，起跑成功，起跑成功。好，一号弯强劲，一号弯 OK 顺利平。好，很漂亮， Roger 防守得很好， Roger 现在紧追在李总啊， Roger 刚刚稍微有一点失误，往后面退了一下。Roger 现在是排名在第四位，姚元浩一样是第一位，
第二位是旭元，然后第三位是李老师，完全超不过，完全找不到空档。那我们现在第三名李老师也在后面紧追着旭元，哦，李老师开车也有一套，也黏着旭元紧紧的。那我们的 Roger 杨国群在后面紧追，那秉豪现在在蔡成阳的后面，也是在上升上来要攻击 Roger， 对，准备要攻击 Roger。现在 Roger 准备超啊，现在 Roger 掉速了，那现在第一名是旭元，第二名是李老师，第三名姚元浩，那第四名是我们的蔡成阳，第五名是我们的 Roger， 第六名是我们的秉豪，第七名是我们的小钟哥，第八名是我们的博廷。那杨国群超过了姚元浩，但是依姚元浩的技术跟姚元浩开车的狂度，应该等一下就可以超回来。啊！现在我们李老师防守的非常的漂亮，蔡成阳现在单手过弯啊，开得真轻松啊。那我们的 Roger 哥现在在占据第四，在后面紧紧的追着蔡成阳。那现在还有八圈，李老师现在占据第一，那我们的秉豪跟姚元浩现在两个人在斗车，秉豪是紧紧的跟在姚元浩后面。哦，所以基本上要超过蔡成阳真的不是难。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！姚元浩现在发生故障，姚元浩应该是退赛了。姚元浩直接撞到啊！可惜，不然姚元浩一开始跑得很好。其实，在这个车辆这么少，还能比赛这么激烈、这么竞争，其实是不容易的啦，也是不好看到的啦。所以，其实这次比赛，我觉得其实在场上良性的竞争是真的很好。那其实也没有说什么什么车队跟什么车队啊，可能会什么恶意竞争、恶意碰撞。因为毕竟比赛一场要花很多的心思，对不对，姚哥？是啊，准备一场比赛需要花很多的人力、物力也跟财力，所以想大家都是全力以赴。所以基本上，如果说有人叫你在场上撞谁，你会做这种事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对，这不可能，因为讲难听点，你为什么不去撞？为什么我要去撞？我去撞我就不能比赛啦。所以这种事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啦。你看，国体已经被套圈了。博廷的车应该是出现了状况，那车子有问题，所以要转。对，他现在他就是拼完赛，他完赛应该就也可以拿到一个积分，然后也可以尽量的拼上颁奖台，所以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赛车的运动家精神啊。辛苦了。哦 ，Roger 也是还没放弃哦，现在还有三圈，他一直想要进攻哦，他现在还是在蔡成阳的后面。那蔡成阳现在一样是在，漂亮漂亮漂亮，过了过了。Roger 现在过了，现在还有三圈。Roger 现在就是紧追着李老师哦。那李老师呢，体力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手了，所以李老师基本上他也是会很认真的往前跑。所以李老师现在我们就看 Master 第一二名，看最后还有两圈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。那现在 Senior 本场的总冠军应该就是我们旭元稳稳的拿下，蔡成阳 Senior 稳稳的拿下第二。那现在就看 Roger 杨国群怎么跟李老师缠斗。好，进入倒数第二圈。进入倒数第二圈。刚刚在直线底又被蔡成阳超回来了。这个就是刹车点稍微 miss 掉。对，这个就是蔡成阳的技术，因为蔡成阳他其实他在超车，还有在驾车，他那个技术真的是太纯熟。我想超你，没有超不过的车。准备通过终点，这一站第一站 TKOC 由李老师稳稳的拿下冠军。Roger 第二，秉豪第三。好，比赛介绍到这边。那刚刚以上就是第一度组别的一个赛事成绩啊。我们除了恭喜上台的选手之外啊，我们一定要跟这些努力不懈的赛车手们就是致上最高的敬意，因为大家都希望就是把这个比赛跑好跑来。对，其
其实就是如果看影片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同队友这个就是每个车队包含我们欧运车队要学习的，就是说你不能去想别人谁挡谁哦，那或者是谁挡谁让我得冠军，那为什么别的车队可以，为什么我们车队做不到？所以就是你们要去培养，因为就是比你快，所以我可以挡你车嘛。是，浩车队他们这个战术他们做的真的是很好，就是团队精神做的真的是不错，这个是值得很多车队来用啊。其实卡丁车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赛车运动，因为它耗费的体力真的太大，没有人愿意作假，因为其实耗费的团队精神精力是很大，那其实花的钱也不少，真的，谁会去一场比赛花个3-5万块然后去捧一个人冠军？没有，对，买一个车架就对，车架不要算，你光一个消费下来可能3-5万块，谁会花了3-5万块去捧一个冠军？司机来访问一下，访问一下，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冠军车手比的这么的超车，超的很漂亮哇，如果今天是开新车，刚的轮胎就不会有那问题。我刚刚就是最后我快追到了嘛，我知道。然后应该后直线滑出去，对，因为那车架已经太旧了，用新车架一定没有这问题，撑不住，是不是？撑不住，真的撑不住。然后是突然瞬间，就是你一直看你都觉得 OK， 那突然就撇出去了。如果没有撇那一下，有机会啦，是有机会啦。但是李老师开的蛮好的，说坦白。但是这场比赛说坦白，真的是好玩。然后挺 Benson 爸爸，我们才参与的赛。是啊，说坦白是这样子。但是今天三个 hit 都跟蔡景阳都有车，我真的学到很多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对，阿李老师第一名，真的恭喜李老师，很棒，真的开得很好。OK， 好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运动家精神，我们要祝福上台的人，然后我们不断进步。阿炳豪第三名啊，所以我们永安欧运颁奖台还是有两个位置啊，不错了啦。大家都努力了，我们带着一个很平静的心态来比赛。OK 啊，我跟张碧啊，我刚刚上面看到你是跟我一样用生命在开车，谦虚第一名哎，很帅，可以。我觉得，好，这样真的感觉，李老师很厉害，谢谢，好的，我们以后可以常常一起练车，对。真的感谢，因为李老师常常会说这是我朋友开的车，好，这是我朋友，所以你刚刚你朋友跑得好吗？还不错，我觉得我朋友还可以，因为他礼拜六没练车，礼拜天来，这样比我觉得非常的好，我以我朋友为荣。所以你朋友的那个技巧纯熟度你给他几分？大概80。哦，谦虚了，我觉得80。不过我们刚刚就是在场下一路看这个起跑啊，你从起跑的稳定度，对，然后到中后段其实后车有上来，对，然后加上这个后，大概到第12-13圈的时候，其实那个体力的下降是瞬间的，对。我有发现说你在进比较高速左弯的时候，车子稍微的动态稍微比较不稳定，对。你是怎么样去控制这个就是车辆动态的状况？因为这个轮胎本身会衰退就是正常的，所以我觉得先做好就是你的预备，就是你先做好心理准备，就说它因为就是到后面它过热的时候它抓地力一定会稍微差一点，所以你要再更敏锐去感觉你方向盘给你的回馈，提早把车辆稳定下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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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李老师在对这一次比赛发表一下我们得奖的感言吧，不要再谦虚说是你朋友了，就是你。我觉得就是这个车子就是真的是蛮好玩的，因为常常在这里面就是会感受到一些挫折，然后跟领受一些东西。是，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好培养个性的一个东西啦，因为坐上车就是你自己跟自己在对话。对对，必须要沉淀沉着。对，谢李老师这样访问，先恭喜李老师。好，谢谢，我也感谢你啊。125 的冠军，好 ，Master 组冠军，下一站见。所以下一站比赛也参加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没有意外的话。Yes。赞啊！好，谢谢。好啦，刚刚经过一番厮杀激战之后，我现在人还平安坐在这里，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刚刚我跑得怎么样？你跑得很好啊，肋骨断掉还能这样跑，已经很厉害啦、啊。最佳精神奖就是姚哥了，生命透视奖。透视奖，这个又要再分一次奖了。这个好啦，其实我们我早就退赛了。我这个人没有退赛两个字的。我这个人就是干到底的，血战到底的精神啊！欧运的精神，好，精神跑得很好，恭喜！对，我走了。这125 Open 的成绩呢？我们永安啦、啊，由 Edison 拿下 Master 组的第二名，先恭喜你。第三名。哦，我以为他第二名，就他是第三名。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我第二名，结果不小心变第三名。没关系， Sorry、没关系，与有荣焉。好，来，刚刚的成绩是最速单圈 Best Time 是41.3，少华。11.8，我有，你刚刚有在带呢哦，差点五啦，可是这是跟高手差点五，可以接受，还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那我这个人有问题，受伤的跑12.2，十二点二。好，大组别部分排名在第11名，然后那刚刚起跑的时候是第几？
我起跑在倒数第三啊。哎呦，那这样子有哎。我们 Max 组的第一名是小凯阿凯，小梁哥第二名，少环第三名，然后居民翁第四名，第五名我们辉哥，第六名是我。那其实跑这比赛啊，虽然它是没有积分的，不过每一场比赛就是我们以实战经验，然后去练习下一次更好的成绩啦。那今天这场比赛比完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力宝的六月力宝的大比赛啦。那我们期待力宝我们有什么样的表现跟成绩，期待我们姚哥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平安。对啊，那三珠杯人90分，那车绕赛今天车90分，人放赛，加油，下次会更好。他真加油，还有活力，他烟酒打，他烟抽很多哎。没有，喜欢记得帮我们订阅分享哦。好，来自哇，哎呦，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心情怎么样 ？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，可以再更好，可以再更好，可以再更好。恭喜两个，可以啊，帅气，可以啊，可以，赞赞赞。